我昨天半夜在睡觉就想好了，我不知道怎么，我一早起来，头脑就一个念头，我转卡不转超过三次，转超过三次，我干脆直接收起来，我让这个账号金变金娃保底。说白了，我要让这个账号变金 TJ 啊！真的，我不知道怎么，我不知道哪来的想法，我一睡醒，好像我的脑子在梦中里面已经计划好了，睡醒说，好。紫卡这个最多转三次，重复照收。转三次，如果卡池太烂了，我还不收。不是转到有金卡的时候，卡池太烂我不收，我宁愿收重复等金面。烂卡我不收了，我直接收重复等和金面金王。今天一堆红卡紫卡几面？你们猜猜我红卡失败几次？前情提要，我这账号紫卡有七张，紫卡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紫面。我今天几个大台稍微看了一下，红变保底没有我多。我跟你讲，100%保底600多次而已，真的。724，应该没有看到比这多的吧？36张红卡，变身而已，36张红变，我还可以再合他妈十几次纸变，然后我不知道说啥。这账号打开前我就算过了，哦，我保底期望值是四张纸卡嘛，哦，然后我们变身三张啊，哦，娃娃在这边，娃娃他蛮晒的哦，你知道娃娃比丁特还要晒吗？丁特这里失败是30啊。这账号真的是晒到不行，他失败27次，比丁特还少，然后四张紫娃满了，旧的紫娃四张啊，全满了。我接手的时候啊，四张紫娃是全满的，干心里好不平衡哦。丁特怎么是谁啊？和31次成功4次，四除以31多少？13%。哎，好像也没有很晒。干，原来和30次中4次是正常的。哈，我以为他很晒，我以为这样是晒，这样是符合期望值而已。哎，这没有晒，兄弟们。这样几率13%而已，13%等于说你每次合成都塞红利嘛，也有可能啊，有可能啊。干，那我的丁特怎么回事啊？34只中一张，那个是被安排了吗？我看娃娃，娃娃保底几张？200张吗？200，291，还是直接来转卡？直接来转卡？怎么这样？还有一张张合，需要这样做台阶吗？我们要享受这个过程吗？干，感觉占村庄有点浪费。红变724，你们应该没有人看过比这多的吧？跳过，跳过，哎，不给跳过哦！干这还要按半天啊！你有看过这个画面吗？来开盒，我们这个盒玩要很久啊，这个盒玩要一段时间啊，大家稍等一下啊，这个卡不知道存多久了，100。绿卡，这是绿荷兰啊，100、200，你看我绿荷兰有多少，就知道我存多久了。300，刚好啦，大数据记录一下，400，哦，之后要考生干嘛都可以回来看。500，我绿荷兰合了500次了，还没满。600，绿荷兰合了600次，700啊，压被刷。800，900。900，我身上一堆卡没抽，1000，爷爷在吗？爷爷如果不在的话，我们先转磁卡吗？看趁爷爷不在，直接点了。小声一点，小声一点。战斗君主，战斗君主，操！操！先转了，趁爷爷不在，赶快转。再也不再跟我转，放开！战斗群众，塞老子！逆下盘，要逆下盘。这个是你们的好朋友。逆下盘。对哦，我可以先走哦。对哦，看你俩转都转了，随便啊。啊碎！对，我可以先合欸，我在干嘛？先合完，搞不好合一合就中了，不用转。我刚好两张重复了嘛，对不对？可以合50次红卡。你有见过这画面吗，兄弟朋友们？哇，这个要套吗？我总感觉我会比较缺娃娃，我感觉我娃娃先收。娃娃如果收到卡尔图兰，我们神器就 all in 变身，好不好？来啦，该换我晒一下了吧？我看小许随便按，心月随便按都是卡尔图兰。这没道理，我没有卡图兰吗？不可能，我合就给我一只章鱼，合是还是臭杀手吗？你是靠背哦！我吐了，为什么我总是这么倒霉？这是合理的吗？我不配拥有我所喜欢的东西吗？每天联盟大大小小事情都要我处理，跨服谁被打谁被揍，还要我去瞧，
然后我还要养两只账号，还有一只被承包绑架，每个月都要多花好几十万。我不配拥有我喜欢的东西吗？哎，这游戏过分了吧？可以给我小许一半的运气就好吗 ？NC Soft Engineer， 沙兰嘿，沙兰嘿 ，Give me the purple cup，Give me 卡图兰，卡图兰，卡图兰，有跟说？我们要 all in 红马了，54发，走起！我只要求期望值，我不要求我很帅很幸运。你给我期望值，我花多少，我付出多少，你给我应得的就好。NC Soft， 我要求的不多，我红利塞满了，我那个英雄神器塞满了。现在几只零了，我算不算？哎，出红了，出红了，这坨子有30张啊！等下，哇，减四，所以这边全部开完，我们还有24发可以喝。哎呀，减3，可以喽，我感觉可以了，期望值应该有到了，再一张绝对到点，真的只有33，喝完喝完。哦，还有30次哎，30次合完是多少？这个是10%的哦，30次就3张啊，这边开个3张就完事了，刚好期望值啊。说实话，不按了，全开了，小亏一点，只有2张，都没事啊，直接干完，期望值到了再全开，1张点，等一个红闪，刚刚就是开几了，才会少一张，来了来了，期望值到点了，全开，多的都赚的，剩下有多红都是赚的，亏了有没有？有没有？哇，这个开法无敌，我感觉吧，买完 all in 了。拿出我最强力的好朋友，顶劲！我不用我的手按吗？我的手真的太黑了。我用这根小老二，我用这根香蕉按出一只卡尔图兰，香蕉兄弟，走 ！Boom！ 哦，卡尔图兰。再次，我左手不动了，我就用这根香蕉控制。我知道，我知道，不要吵！我现在很焦躁。循环吗？我在这直播怎么用吗？一群免费仔，做个法，一毛钱都拿不出来，是不是？我红利塞满哎，奇怪，那个二中二的到底是什么鬼啊？我忍了这么久，忍到今天，这公平吗，兄弟？这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啊，人生从来就不是公平的。我不是要合到保底再领一张吧？又7次，干，真的要保底哎？你等下出来不要让我靠21哦。好 ，NC 工程师 ，NC Software Engineer，Listen to me，If，Acrylic 合成 ，After 合成 ，This number 变成 21，You die，OK，、okay? You die。My lawyer, we are go for Korea to you. You get so understand? 21, you die. Okay. 卡图兰，怎么跟小雪不太一样啊？卡图兰，密码。不要再搞我了，我求你。密码，知道吗？哇，拉顿！哇，爷爷好屌啊！哇，爷爷，爷爷真好用。等下再拿你命一次。我操，辟邪专用。挡！挡！挡！挡住！挡住爷爷！挡住！白眼！白眼！啊！挡住！啊！靠腰啊！你来！哇，这什么？干你啊，巴丰特！击败啦，飞龙，最后一名，知道。干，这闪电是不是有点明显啊？哎，还没完哦，还没爆，挡住，挡住，挡住！干，你还挡不住红闪电啊！啊，好了，有成功一张，好了，不错了。我们这个 NC Soft 这间公司的工程师，英文确实是有一定的水平。准备好了吗，令狐冲？令狐冲在不在？令狐冲在吗？在，令狐冲在。
雾中赛挡住，挡住是港红灯，这样眯得了吗？可以这样眯住了。好，什么都没看到，我感应一下，我感应一下，我来感应一下这张牌。卡图兰，我看到了，卡图兰，问一下。娘的八分特，无了，兄弟们无了，转卡地狱开始，嫖不到，自己搞。保底了，哎，对好，保底了，我在干嘛？啊啊！我让你保底，你以为保底可以中卡的突然哦？笑死人，这是什么？哎，中了！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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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熙上塔，杀了你 ，Angelina。上烂皮啊！上烂皮，收，哎，收，哇，舒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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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攻，一命，哎，一无视回避，一防御，哇，舒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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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哈哈哈哈哈哈，舒服，舒服，领个巨飞就完事了，兄弟们，领个巨飞，这个账号就非常完整了啊！灰鸟，灰鸟，呸！九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生在世只有两字。小老二，碎啦！碎啦！直接说，直接说，哇！美滋滋，兄弟朋友们，美滋滋，无视加一，无视加一，减免加一，无视回避再加一，哇哇哇！一万钻神起来，收了，连转卡都不用。啊，舒服，真的舒服，兄弟们，真的舒服。这个乐色卡池啊，不转啊。这个你送我一万钻，要把刚刚那张换成这张，我都不要啊，我要重复的。哎，剩下随便了，五十次是不是？送你，送你，送你。我跟你讲，五十之灵我都不够你。今天娃娃长这样，我很满意了啊。哎，看，18，好啦，期望值五张啦，稍微黑一点了，少期望值一张，但没事，继续合。今天变身随便了、啊、反正我们也不缺运命十趴、啊，那个运命十趴对我们来说没有用啊，我又没有晕。堕落者那个是要收吗？是新卡、欸，但卡池好像很渣啊，这卡池好像很渣、啊，巨渣无比。除非我这三张拿到两张了，我这张拿到了，第一张又晒到这个巴列斯，我才收它拿减免二，不然几乎只有这个远回跟 PVP 减免加一，稍微有一点用，所以这张先放着，等下我们还没领完，我们红标好像还没有完，为什么又有十一发？嗯？插了，插进去了，哇，不是吧，哇，不是吧，哎，不是吧，你会站起来吧，兄弟，哎呦，可以，保底了，来啊，开哦，有一红就可以了，两红就赚了啦、哦，我们保持这种心态，哎，为什么是纸啊，哎，我在盒子哦，我可以盒十一次纸变哦，干这，很怪怪的。一张可以了啊，两张就赚了啊，那个几率都一样、啊。哎呀，两张啊！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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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啊，等一下，我都不知道我在盒子啊，你有看过画面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中五指，然后每有一张是新纸片，没事，我们慢慢转。那个娃娃跟变身的保底红还没领。真的，干，今天怎么不爽？今天是周年了吗？我他妈又合到要保底了，完了，今晚睡不着了，该不会又中吧？你不要再中了，我拿到保底就好。如果这里合完，我没拿到保底，那我下不了车啊，到时候我要被收视关注啊，拜托不要。今天我们想要的都有啊，多的纸片是额外的惊喜啊，兄弟们，平常心啊，你平常心反而就中了，没有平常心都下去了。没站，校正回归了，没合到应该的，这再合到过分了，真的。该不会我可以直接白嫖最新的纸片吧？如果这个直接领到最新纸啊，聊天室也送两张大卡，好不好？两张大卡，两万台币，两万台币马上抽。这张保底领出来是最新的纸片，那张近战的战斗君主什么赛罗斯还是什么的，好，两张大卡。哎，有了，两张大卡，好，两张大卡两万，等一下马上抽给大家。今天很舒服，今天很舒服。啊，抽三张啦、啊哦！我没有讲过，保底只要有四张纸卡、哦，我们就抽一张。我们总共抽三张大卡 ，NC 工程师战，兄弟朋友们，三张大卡，三万台币。好，来第一位，恭喜江彬伟。第二位，Rizzo Chen，
最后一位 BB， 感谢你的频道会员啊，三个收完了，那这个就收了嘛。哦，晋商晋命晋商美滋滋，美滋滋啊，开剁啊，斧头开剁，这是斧头还是锤子啊？好像是锤子，锤子开剁，然后呢？要补新卡吗？我觉得都转一次吧，这里听一张啊，这两张收了金变就一次了嘛，转这个，转到新卡的话，我们就再转一张新的出来，干三零四没了，可能要直接收了，我们高几率。这个再没中新卡，我们就直接收了。完完了，中了，中了。等下我是不是纸片全满了、啊？我发现我好像也差赛尼斯哎、欸，干你娘纸片全满。What the fuck？ What the fuck？ 我怎么这么猛？我怎么这么猛？神操作！我神操作，没开玩笑，我神操作。你不服我服谁？我这个操作营运的能力没有在开玩笑的吧？所以朋友们，我从职业选手的身份毕业两年就可以养一支战队，真的不是吃素的，真的。我这个运营的能力没牛逼，我只能说牛逼，这没谁了吧？巨翼女皇我都不要、啊，纳顿收下了啊！哇，这是保底，好舒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指变。放眼望去，当今天下有谁十指变？零。花最少拿到十指片的，舍我其谁？拿什么？拿屠龙吧。感觉双屠龙比较容易中金，三屠龙三条好哎、欸，屠龙 TG 啊！